萨瓦迪卡纳，本丘比洪斯密达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我是比瑞洪比洪斯摩。今天呢，就是初十五了，就是大年初十五，现在就要去妈祖庙。今年就是做很大，就有游行。其实今天早上已经在妈祖庙有过火仪式，还有游街，可是早上我来不及去那个过火。仪式，所以我就参加了这个晚上的仪式。听说是有很多也会走比较远，今年做很大，所以我们就去那边看啦。OK， 我们去那边看有什么，我就拍给你们看啦。哟，今年是第一次做走这样大，就是走到蛮远一下，连有桥啦，有石啦，有很多个各种项目都有，所以。期待后面你们看到什么了，我们接下去看吧。呜，拜拜，我们 cue the intro。呜，
Thank you.